你们两个给我站住！文明，行，你先下去。是。你们两个为什么殴打朱队长？报告中队长。 他想淹死中山峰了，殴打长官是很重的罪。有没有被人家认出来是你们两个？没有。这件事情跟欧华讲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一个人好汉做事好担当。好，报告中队长，这件事不止他，还有我。 我厌恶暴力，所以啊，才会罚你们半蹲。但是也有例外的，看到这根棍子没有？看清楚喽！我现在把棍子放在他手上，这棍子只要掉到地上，我就拿着棍子打你们。昨天有谁没参加搬石头的？ 搬石头，他才有力气打人。走。报告处长，他们两个昨天晚上跟我在一起准备教材，所以不是他们。既然不是他们两个。 一定是有别人了。我说了，我不喜欢暴力。我数到五，要是还没有人出来认罪的话，看到那个斜坡没有？给我转头看。那个斜坡就给我滚下去，一直给我滚到海边，再给我爬回来。幺，两，三，是我。 廖金士，你当我们白痴啊？打人的是穿着新生制服的，你穿新生制服了吗？看来啊，我要不让你们爬一爬、滚一滚，你们是不会认罪的。朱队长，报告处长，不是我们两个。 不是你们，都什么嘴？我了，主管派来了，你俩别管后果了。不只是他，还有我。啊，给我过！韩杰，我走路了。我先走了。好了，都给我站住！很好啊。 既然你们喜欢跟我玩，处长我就陪你们玩一玩。廖金石，这件事既然是你第一个跳出来的，我就替大家为你之前的所作所为帮他们出口气。伟明，要把廖金石关到水牢里去。 走，其他的人呢？立刻到海边，开始盖墙。
务必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墙盖好。开始动作。你肯救我跟欧华强，就表示你不是个见死不救的人。黄明跟小江已经牺牲了，他们就是关在海底大饭店给关死的。他们本来就不应该逃走，就算没有关死他们，也会送回台湾去枪毙。他们两个就算是罪有应得好了，那中山峰呢？他犯了什么错？就因为他帮助一个女孩子免于被侮辱的危险吗？长官，军人不是应该奉行忠义节气的？怎么会因为一个人见义勇为的行为而来冤杀他？处长口口声声说要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、思想改造，是要把岳飞改造成秦桧是不是？欧华强，你的问题会不会太多了？欠别人人情，总是有机会还。可是欠别人的命，我可赔不起。如果因为他救了我，而被你们杀了，那我也只好把命赔给他。求求你，别杀他，让他活下来好吗？我并不想杀他。但是，你眼睁睁看着他死，跟杀了他有什么两样？在军中，有权力的人才有资格下命令。今天生杀大权并不在我的手上，我如果硬是要插手的话，那就是越权、抗命。那是一条非常明显的界限。在县内，我是一个军人，越过了那条线，我就跟你一样是个犯人。我常在想，象棋一定是古时候军人所发明的，画成棋盘上的直线跟横线，就像是军法，像伦理，像规矩。在这个直线跟横线交错的领域上，从将、帅到兵或卒，他该站什么位置，该怎么走，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。而我呢，我就是那个被规定的人，而不是那个有能力去改变规定的人。这个岛上只有三种人：军人、犯人和老百姓。军人只懂得权力、服从，不分是非；犯人有是非，没权力。那老百姓呢？没有权力分是非。我说的对吗？那我问你，谁的权力最大？处长。这些王八蛋，他妈的，敢打我，敢偷袭我，好，你们喜欢打是不是？我就让你们打个够。从现在开始，要是哪个敢给我掉下来，
就由你们烧的。你们现在就开始打，冲！别来了，别留在这无代志啦。你们这边呢？就是平常磨练的不够，还有你们这边，要是再敢给我摔下来，就倒大霉了。给我继续打！请问你要找啥？我游天雄。游天雄。哦，你就是游松啊！阮道堂在天的时阵，就常常提起你的大名。啊，今日看到你本人，我感觉真荣幸啊！啊，阮道堂有吩咐，若果见到你，一定要好好甲你说多谢。游松，多谢，阿弥陀佛。听你安尼讲。我煞歹势开嘴，幼三，你千万唔通客气，有啥物代志做你吩咐。吩咐是不敢当啊。恁道上在生的时阵，有加借一笔钱去做生意。本来我是无想要提起这件代志，不过我即马确实有困难。有啦，阮道上有讲过这件代志。不过我甲恁道上当年。完全无写借条，还是收据。哦，阮道上有讲过，这袂要紧，恁口头讲的准算。你稍等一下。先生，请你点收。你都无看我的借条，我才会敢点收。多谢你。困一个啦，好嘛。阿嫂，你是毋是想要坐起来休困一下？毋是啦，我无想要去病院啦，咱来转啦。阿嫂，念着够啊啦，即摆若是搁外头，无使咱行远，好。吃到这么多啊，你吃到哪死也不要紧。卡桑，我桑，人不管吃到几岁，生命都同样很宝贵，要活下去才应该。啊！你赶紧办带院手续，啊！我爱搁详细检查。就等，你等下小坐者，我来办手续。我紧，你也坐，好。小姐，我要办迄个带院手续。迄个资料你签一下。我爱读资料。我上唔知叫什么大名，江林桂英。哦，啊你是？我是伊新妇啦。哦，这个资料吼爱填迄个恁头家的大名。阮头家叫张三丰。张三丰。
恁大家甲我一个朋友共名，怎么样？伊是毋是因为思想的问题，叫国民党抓伊关？是啊，请问你是？啊，我姓尤，我叫尤天雄。伊爸甲我关做伙，阿罗卡达瓦本当年送给你阿带苏卡达的时候。来不及，拢总都破碎啊！剩一寡钱，你收起来。幼桑，头一摆见面，你安尼甲我斗三工，我实在真感谢。这个钱我袂当收啦。莫甲当作钱，你着甲当作跋落大海捕无收的时阵，华顶有人担一条绳落来。我做今仔日，你的情形是我的错误，我相信江先生。我能赶快带药师啊，收起来，好好医治恁家上。过来哈，韩杰。哎，柏林 ，Yuki， 韩杰，来来，边请，请。谢谢。这样。谢谢。我刚送我先生去坐船，所以就顺便过来看看你们。多谢啦，多谢你甲小双双哦，把我叫你到三江。今麦哦，这良心饭店拢无人来找麻烦啦，啊，我已经油菜行哦，晚点要开啊。这样的，谢谢。可能是阮人较故意，阮嘛足惊麻烦的。啊，不过偏偏咱像你安尼肯甲阮斗三工的人少，是不是来找麻烦的人多？我觉得这个世道，女人是很容易感叹的。我给你五块酒。哦，柚子，啊，你来坐。听哦。对哦，你回来啊，上拄好。咱的油菜行吼，若是要开无，都要请夫人来坐大位。是啦，夫人，多谢你的帮忙。别客气。尤其，嗯，我看咱迄个油菜行吼，暂时敢开袂成啊。怎么啦？是不是又有什么人来找麻烦？哦，不是啦，你开油菜行的钱我拢存好啊。安尼真好啊！啊，你是咧烦恼啥？我伫咧台北工啊咧用管的时阵吼，有熟悉一位真值得尊敬的人，姓张啦。啊，他拄仔我要转来时吼，伫咧路轮遇到因卡上甲因牵手。哦。我有过去甲因挨杀子。啊，你拄着人甲人挨杀子者，这嘛是应该啊。是啦。啊，因卡上吼。患病到真伤重，我才送伊去病院啦。你是不是？是啦，是。无怪你才会讲店开袂成啊！你店开不成了，你怎么还笑啊？开不成了，你怎么还笑啊？伊这個人就是安尼啦。伊伫半路拄到因朋友甲因妈妈，啊因朋友的妈妈破病，都要送伊去病院，啊不过身躯无钱，
所以才对阮要开店遐资金摕去甲人斗相共。伊即卖先开店是无半仙钱啊！伊毋才讲阮店开袂成。你先这样做，你一点都不生气啊？啊，无恁开讲，我先来啉一杯茶。那有啥物好生气？我已经惯习啊。伊若是无安尼做，伊就毋是我的翁婿。胡英，拄则你讲到查某人的感慨，嫁到歹翁，感慨嘛无路用。啊，若像尤其嫁到好翁，是毋敢感慨。尤桑，我知影我即晚忙遮个有较加步，啊，毋过尤其是我的好姊妹。你家己拢第一工斗三工，啊，恁家己要安怎？啊，这蛮烦恼啦。尤其啊，啊，行到这个地步，你嘛知影我都无法度啊，互你做决定啦。我看你太太对你这么好，她很难做决定的。这样吧。Yuki 啊，你的店接不接受投资啊？我这里刚好有一点钱，反正过一阵子啊，我就要到绿岛去了，到了那里啊，也用不着啊，就让我投资你的店好不好？金先生啊，我是专工来找你啦。真歹势，我无时间甲恁招呼，因为金先有讲过。物项代志拢有当请人斗相共，啊，毋过厝爱家己顾，餐饭爱家己种植，囡仔爱家己请用，所以我真无闲。第一个遐有滚水，啉一下止喙丹就当走啊。金先生，拄仔阮一路要来的时阵，清凤甲我讲真侪你阿母的代志，遐毋是一般的人做会到的。你一定比别人较有眼光，看较远，你嘛一定比别人较有巴肠，才有才调忍受这侪委屈。你有巴肠去帮助别人，敢讲你得无这巴肠来接受别人对你的关心？有啊，你若是有才调，得把金仔救出来，我得接受恁的帮助。若是无才调，我阁有生活爱顾。无时间和你斗嘴过，不管你是啥物理由，你有偌济困苦，你翁婿互掠去，这是一个事实啦。即摆感情上重要，就是要安怎减轻你的困苦。金先生啊，我感觉你即摆上大的困苦，毋是生活上，嘛毋是金钱上的，是你的内心。你咧甲清风结气。听你的口气，你敢那是林桑的牵手，真歹势。林桑什么时阵带牵手，我唔知影。啊，不过我爱提醒你，你袂当用林桑的立场去看所有的人、所有的代志。我是一个足平凡的查某人，我含人结气嘛是在所难免的。啊，不过我和阮头家同款，我来看一个人有够重，才会含伊结气。若是你唔送，我下面无啥物气好叫的。恁顺行，我无送。金先生啊，这是我一点的心意啦。你若欠名声，唔通甲我客气。我从无欠的，就是一寡人的虚情假意。你最好把这个钱放回去，啊，若无，我会把它待在田里做肥料，我袂去用到半生。清风，伊毋是一个去伤害别人的人，我嘛无希望别人来伤害你。恁头家，还佮有清风，拢是想要救助这社会的人。
你若无想要别人看轻你的头家，请你嘛唔通看轻别人的红腮。继续的。我知影啦，我甲金三兄的革命感情，不是一般的人所会当了解。你可能无能接受金三叔对待咱迄种的态度，啊，不过你换一角度甲想看卖，伊愿意接受金三兄所做的一切，伊愿意忍受所有的打击，不管金三兄今仔是成功也是失败。伫个精神上，伊拢是支持家己的翁婿。金三兄是安怎会当安心去坐家？迄是因为伊知影所有的代志，金三叔也拢会当承担落来。唉，革命就是安尼啦，毋是悲壮就是伟大。一般的人所看到的，是一个革命家的光彩。但是无看到，是一个成就伟大事业的男性。伊的背后，通常有两个伟大的女性，一个是母亲，一个是牵手。因付出一世人血汗、甲目屎，来成就一个成功的男人。不顾一切的查甫人。不管有完成功，伊拢是自私。假使讲有一天我嘛变作是一个自私的查甫人，到时阵我希望你参照金三叔的同款，遐尼啊严格。伊的感情上，我若无比你较自私，我就无法当为你牺牲了。你放心，若真正有迄天的时阵，我一定比你较自私。处长好，陆军上校夏新月报到。学长啊，您这个行礼如仪，叫学弟啊可真不敢当。哎，我们这小庙来了个大和尚，可真是受宠若惊啊。城门处长看得起我，还叫我一声学长，真是不敢当啊。以后还希望处长能够多关照。向处长报告，随船押送的女犯就在后面的舢板上，马上就到。行了行了。局长，这交给他们，咱们走。请，不敢，处长请。来来来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是。新生注意，把船上的货物搬下去，动作快点。
掉那些女囚犯，动作快一点。是。叫那边的，快一点！快一点，轮到你们两个了，快点上来！快一点！哎，橡皮学妹。是我啊，邓华。这叫绿岛烧饼，就当作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。欢迎大家加入新生训导处的行列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不会有好日子过。为了证明我所说的话没有错，你绕着女生队伍跑，一直跑到队上。全部走！走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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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啊！撒心之后，注意礼节，撒心。撒心之后，注意礼节。撒心。谢谢处长。处长请。来，走。好。局长，你刚才所看到的一切啊，都是我们这儿的弟兄辛辛苦苦所累积起来的。处长能干。我这个做学长的啊，真是汗颜呐！报告处长，这些新收犯人的伙食好像……学长，这儿用餐两个原则：简单、合适。报告处长，我想跟他们吃顿饭。好啊，学长，你想尝尝牢饭的滋味，那还有什么问题？谢谢处长。各位，对不起啊，我跟各位一块吃顿饭。包总啊，您放的好好的官饭不吃，跑来给我们吃牢饭，照理说。应该是很感动的，可是您看看，这些饭菜是明显不够。您这一坐下来，不是摆明要跟我们抢饭吃吗？各位，我来绿岛就是要跟各位一块来吃苦的。各位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饭菜不够没关系。伙食兵，拿碗过来。我给你害人死我，我现在都没有。
你袂使安尼，袂使安尼啦！你即摆认输，毋是输我，是输互你家己。这都是因想要的，是办自家己手头的人，无资格替家己讲话。后摆你的代志，你的故事，拢会由在因边，由在因讲。我的故事，敢有遐尼重要？老实讲。 无重要，为咱行业入去迄阵开始，咱是啥物人，一点仔都无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一段沧桑的岁月，有太侪目屎，太侪鲜血，甲悲惨牺牲的性命，为着这。 咱袂当冷静，袂当轻易认输。你看，故事内面有太侪参与者，因所追求的是一个公平的社会，因好亲像一蕊一蕊细粒的花蕊，互风雨拍落地。啊，这挂花蕊比咱自身的故事较重要。而且，咱有责任甲大家讲。 因为这些花蕊将芬芳的气味奉献在这片土地，所以咱才有一个美丽的都市，叫做福尔摩沙。啊，福尔摩沙的居民无资格做平民的骨头，会失败者。我跟你。 当过军官，请你搞清楚状况。他在码头叫我学妹，你应该叫我什么呢？长官，听到没有？我告诉你。 在这边生活呢，有一个字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顺，孝顺的顺。如果你在这里让我看得顺眼的话，我保证你的生活顺顺利利的。可是你如果让我看得不顺眼的话，我保证你的生活一定是在人间炼狱。 你如果让我看得不顺眼的话，我保证你的生活一定是在人间炼狱，懂不懂？说一遍。 如果你看我看得顺眼，什么你呀我的？如果长官看我看得顺眼，我就顺顺利利；如果长官看我不顺眼，这里就是我的人间炼狱。很好，我希望你不要忘了。如果你不小心忘了的话，我保证。 让你写不完这两句话。做你们的事情。王美琴。
你好像这辈子都要归我管，不管你到哪里，总是摆脱不了我。你答应赐给我的毛衣织好了没有？我没有时间啊。刚才长官讲的话你没听到是不是？在这里只有一个顺子，我看你要看得顺眼，在这你就顺顺利利；如果我看你看得不顺眼，这里就是你的人间炼狱。你听清楚了没有啊？哎，你现在是犯人哎，你以为你还在台北监狱当主任啊？要不是看你年纪比我大，我早就扁你。我跟你讲，扁我？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扁我。来呀，扁我呀，扁我呀你！喂，大姐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你敢跳出来？你跳出来最好。这一笔账我还没跟你算。我明明是个忠党爱国的人，你说我乱党叛国，哼！好你个胡宗卫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牢房归我管。你们谁要敢不听话，我就打报告。还有，这个人，谁也不能跟他有任何关系。不然，我就让你们个个吃不完兜着走，听到没有？大姐，我想起刚刚长官讲的话，这顺字你应该没忘记啊。我就是看你不顺眼。想要偷袭我，你找死！狗屁狗！哎，你怕个呀内？哎，我们来帮他们加油了，加油！加油！就是充满幻想。你们喜欢打，喜欢幻想，我就让你们幻想的够。我跟你教官哦，唔知偌济，我要你出卖啦！看你后背佫敢唔敢？你讲啥个后背啊？你有啥物证据？哪有需要啥物证据？看伊平常时扒个遐阿山就知影。你讲较细去了，伫咱遮后背是同罪哦。你敢若无证无据就要起来动手，我看袂过。啊，无你是要安怎处理？人先交我，我问个清楚。明天我给你一个交代，啊，你若不用的，也无要紧。来，我限只一个对恁三个。我人无咧共骗啦，人今仔交代给你，你就要甲我问好清清楚楚，给我一个交代。啊，若无，我就招你输赢，行。阿姐啊，我唔知影你怎样，一日三拼三个。那干嘛要互拍吼？一个对几个拢同款啦。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我一定要报答你。爷来啊，我报你一个好康的。哦，你先点，你先点。你有什么物件？
你就是这款物件吼，人家会你是狗白啊。迄拢大家冤枉的啦，误会啦。你目屎较细嘴的，换人啊。你敢知影，我是哪太会遐自私？其实我足惊死的。阮老爸要死的时阵，我人伫外口，等我赶返来到厝的时阵，伊目睭拢毋愿起。我著甲阮老爸讲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阮小弟。这个时阵，伊目睭才看看起来，拄我去用送来到遮的时阵，但下嘛暗眠，我眠梦到阮老爸目睭晕乎乎，你甲我看，唔知是你甲我骂，也是。像我这款子仔命，唔值钱，若拄到场面，大概嘛甲人呛。人讲无好无教，无离无退，就阮这款人。较早做人啊，长工的时阵较单纯，自从摕到这个香火底了，才知影我的命是偌重要。